最新消息了，杭州亚运网球项目是传回了好消息。女双四强赛，李雅轩、梁恩硕还有詹永然姐妹是各自击败了对手，晋级到金牌战。最终决赛将上演台湾内战，女双确定是金包银。而另外男双部分，庄吉生、许昱修的组合也在四强赛打败了泰国的对手，闯进了男双金牌战。Hello， 我是冯维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